新店方向车行速度也非常的缓慢，新店区的复兴路要往秀朗桥都在塞车，走走停停的。哇，所以呢，秀朗桥不管好像双向都不好走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往新店方向还是往中和的方向，都是堵车的。另外就是，哎，这也是新店哦，往秀朗桥往宝庆街的方向也走走停停哦。 晚上12点，也就是9月10号的凌晨0点钟，是3天连续假期当中都会进行的，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6点暂停收通行费在高速公路的部分，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一下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就可以分散车流了。